你现在个性这么好，自己当老板，你一定会被员工吃得死死的吧？对，没有把你当成老板。就是员工真的会把我吃得死死，尤其是像可能因为他们年纪都比较轻，像有的时候我进办公室的时候，然后员工可能正在看什么 YouTube 频道啊这样，然后我想说上班时间呢，然后我就走过去说，哎，你在看什么？就跟我分享在看什么，然后心想说，他不是也白目了，你看，把它关掉。不是说我直接吗？我就直接分享给你。我直接，我是我也没有说先不要看、啊，我说先不要看、啊，我先不要看、啊。你蛮不错啊，分享一下。不是我的意思说，我这句话意思就是，哎，现在是上班时间哦。然后或者是我遇过那种，就我也是进办公室，他就在那边玩手机打手游。然后我心想说，你在玩什么？然后我就他又分享给你。然后重点是，我就说，哎，你忙完了。他就说，哎，我那个板娘，我跟你讲，现在那个我们三缺一，什么意思？就是还要你加入，还揪我，哇，揪团，哇，真的是把我当同事，所以就是我在公司的那辈分蛮小的，哦，这部分我还在学习当中。但你后来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故意板个脸，然后装得比较威严的样子。我有试过，但我有一次是真的在员工面前生气，就是当时不是我叫饮料，要带来电视台请大家喝，我就说，哎，明天12点会就是叫饮料。然后而且因为我还想说不要让他们骑车，因为那天会下雨，我就说，哎，那我去拿这样。然后就隔天12点我到店里的时候，三个员工在那边啊玩，然后我说，哎，我的饮料呢？然后他们说啊忘记了。我说什么意思？就忘记了，然后就火就上来，然后就脸很臭，说现在立刻50杯准备好，我叫你们自己送过去，然后就很生气，我就走了。但你这样，我们没有觉得生气。对啦，我刚刚很生气耶。好，反正我就很生气。还蛮可爱的。耶、yeah ，还蛮生气起来还蛮可爱的。没有，我是只有员工还装也是啊好。对，然后他们说好好好，我们现在弄。然后因为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我这样底很臭走掉，我想说知道厉害了吧？嗯。然后就知道厉害了，我是走过去的时候才跟你说知道厉害了吧？被停整个弱掉。不是因为。没看过我生气，其实我觉得那一次算是我第一次真的生气的样子。他们有感受到吗？我当时觉得有，因为他们很认真开始做饮料，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不是说你们现在就在做好50杯送去哪个电视台？那个商圈现在是你的员工，然后他犯了错。Yeah， 生气，生气，生气 ，on 掉的。我昨天交代你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准备好？我说今天12点就要拿来，为什么没有？没有啊。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吗？没有，我等一下帮你准备啊。没有，等一下，我说12点，现在已经1点04分了。确定吗？再点一次，好啊。你是不是不想领薪水了？没有，不好意思，你知不知道你的薪水已经是我们全公司最高了？真的吗？对。那怎么办？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是，婉婷姐，我很确定，我不会请这种员工。我很确定，我们不会有这种员工。那因为没有，我刚刚没有感觉到他的愤怒。没有威严。你没有，他没有一个愤怒。对。因为平常如果不生气，现在这样笑笑嘻嘻的，其实生气起来是很可怕的。你要有一个那种。不是因为他的语气就太可爱了，对，太可爱，他的声调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威胁，会很爱跟他聊，很想跟他聊的感觉，你知道吗？就 yeah。可是如果拍桌子什么，我会不会上新闻？变成坏老板？不会啦，你说你就严肃一点，因为你平常不生气，你平常是那种这样嘿哈哈，可是你当你真的严肃起来是，跟你讲，弄好50杯，现在立刻。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新闻就出来灌老板。对，我就其实也很怕，所以我也没有真的到很凶。其实，哎，婉婷姐你也懂了，我们这种身份当老板，现在年代已经不一样了，对，我们就是往自己肚里吞就好。真的，我们委屈自己吞，不然会上新闻。没错，很怕上新闻。那你们，我们剧组这样相处，我们拍了也大概3个月，好像3个月，差不多2个月都快3个月，快3个月。那你们觉得在剧组整部戏的演员相处最开心的是谁？蛮喜欢，其实跟婉婷姐有一场戏，就是，但我觉得那个氛围很棒，是因为就我觉得 Ken 哥是因为是演员本位的导演，所以他很支持演员在现场笑场。嗯，所以我觉得有一场对戏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可是我第一，因为婉婷姐在里面有点像是一个主管，然后高冷冰冷，可是第一次看到她笑场，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我觉得很。
就是在表演有点 open mic， 就是很有趣，大家是很有机的在现场创作，而且 Ken 哥不会去 judge 任何 的人说，哎、欸，你这个演不好，就是他每一个卡完就是超好、超棒，再一次这样子。而且有些时候笑场也有笑场的效果。对，对，對我很喜欢在那个现场那个 energy， 就是不管是每一个人，可是他都可以有很自在的开心的一面，或是高冷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在这个剧组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很想要再一次合作，因为会看到大家不同的样子。嗯，我觉得你救得很好，开始会说话了。我好想开始懂得说话的意思。要听你讲哦，好想看这个剧、哦，是不是？好想看这个星期一的感觉、哦。就是我自己觉得拍完，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就是它很像一个实验剧场，就是真实的办公室里面发生的每一个情境，而在身为观众，或是我自己身为其中，之前也是上班族，所以在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多共鸣，就在办公室里面很想要看到很奇怪的主管，就有人东西不见，大家在找这东西，那就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梗，那每一个大家都有各自的样子，各自角色的样子，那个冲突就很有趣。对，好有看哦！你看到没有啊？他们开始就已经会巴结主持了，这就是演艺圈的潜规则，知道怎么样生存啊？真的，学习的非常的快速。好好的去看婉婷姐的演技，真的赞。那我们再次宣传一下我们的新戏。对，它又是星期一，它在每周日晚间八点，在东森戏剧四十台，每次都会直接播四集给大家哦。而且在晚上九点将会在爱奇艺、哈咪 Video、My Video 还有中华电信 MOD 推出新集数哦。哇、wow. 哦！Yeah， 希望大家都喜